新加坡富贵山庄生命纪念馆位于旧寨座港，是珍贵的永久陵园宝地，交通方便，是城市中稀有的绿洲。富贵生命集团已累积20年风蚀殡葬经验，引领时尚理念，高标准及跨国顶尖建筑师、空间设计师、艺术家、风水师、礼仪师联合打造一座东西合宜、传世缅怀的生命纪念馆。本馆的外观构筑巍峨壮观，以现代主义象征，材质上采用花岗石配以铝合金构筑，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大气之作，充分体现佛陀施无畏印的大慈情怀，抚慰众生心安灵安，气宇庄严。主题分层流瀑水景，是为了创造现代涅槃之意境。瀑布中的现代佛像在涓涓流水中若隐若现，表达了极乐幸福祥和之境，展现人类共同追求之圆满和谐宁静的新世界。融合新东方主义诠释的交谊大厅，内蕴光明温暖、洗练静美的古典风范。厅内璀璨天宇，情韵缭绕，围绕在爱与感恩为主轴的装置艺术前，在巍巍殿堂休憩，无限感怀先灵，有恒久弥新的感动。专业热忱的服务，在细节上展现优雅的气韵。福慧圆融，以爱感召生命的尊荣。本馆古规格的空间规划，巧艺天工，温暖殊胜，老幼皆喜，心无挂碍。映入眼帘的每一目光，如置身时尚华美的精品一廊，婉约柔美的华曼光彩，如圣子法语沁入心坎，让仙灵共沐在温柔的慈悲里。创意与追思共融的艺术空间，复刻了每一厅每一堂永恒透亮的生命记忆。双手合十中带着馨香，感怀仙灵德泽，福果心田，赞叹生命大智的禅机。纳古乡下规划，透过高端艺术工艺为载体，阐述韶光易逝，珍惜所爱，典藏生命不朽的风华。为迎合新时代趋势，本馆告别仪式厅，以时尚设计元素礼敬融合多元文化的理念，始至对待善终生命华美的隆重纪念，让告别仪式满足不同宗教信仰观念种族的需求，体现每一场生命精彩告别的演出，不再晦暗惊慌失措，取而代之的是生者心安，逝者灵位，同证天地光明尊荣的最高礼遇。璀璨华年，岁月静守，圣慈照目，日月相伴。登上顶层祭拜殿堂，感恩三圣慈恩同沾法喜，祈愿所有仙灵终得在此安息，转生极乐。一杯咖啡，天地寄情，
一杯清茶，人间有味。圆正生命纪念的领航者，在爱与感恩中重新缔造追思与传承的尊荣典范。新加坡富贵生命纪念馆。